广告中的内容总是看起来非常漂亮和完美，只是有一个小问题，广告并不总是和现实中的一样。观看屋户上的新视频，了解广告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吧。你好，欢迎回到广告频道，我是加斯顿布彻大厨。今天我们会聊聊世界上最好的刀具，它们锋利好用，而且永不生锈。看看这些像原子一样薄的切片，它们可以切任何东西，蔬菜、水果、柠檬。超级刀可以应付一切，那么新鲜的法式长棍如何呢？只有超级刀才能在中间切出一个有洞的艺术切片。这太完美了，现在就打电话订购超级厨师的超级刀。如果你现在就订购刀，你会免费得到第二把刀哦。再见。看起来很棒，我应该买。我的超级刀到了。它们看起来很棒。这把刀真的很棒，只是有一件事，它不能切，我甚至无法切开第二把刀。我现在就把这些新刀扔掉。想长时间保持腿部光滑吗？用我们的剃须刀阿芙罗迪蒂的刀片，你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拥有丝滑的双腿。做你自己的女神。但是现实是残酷的，你的腿毛长得很密。剃刀断了，你的一天毁了。我必须拿出我的秘密武器，篱笆大剪刀。我的腿像砂纸一样光滑。该看广告了。菠萝公司，我是史蒂夫·沃克斯，我很自豪地展示我们最新的超耐用和超可靠的屏幕保护膜。我们已经为此工作了两年，我必须承认，对你的手机来说，这是最好的东西。始终保护手机，让你的手机永远不会坏，没有更多的划痕或裂缝。经过了锤子测试哦，我亲自测试的，永远被保护，没有划痕和裂缝。我保证你的手机的安全。哇，我绝对需要这款超结实的玻璃。现在我们对它进行测试。实际上屏幕保护膜确实非常坚固，但是我的手机屏幕受不了了，我想我需要一部全新的手机才能搭配这个屏幕保护膜。你的狗狗像宝贝一样吗？给你的宝宝吃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美味的特殊的狗粮。人类，我可以闻到我最喜欢的食物，我来了。这种食物可以使你的小狗强壮而快乐。狗粮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，我的狗狗很高兴。实际上，有狗的生活完全不同。哦，天哪，我忘了喂这个野兽。小虎，小虎，你聋了吗？过来，我给你买了新食物。小虎拒绝吃，但是太晚了，我把毕生的积蓄都花在这上面了。
我猜我得自己吃，我不应该浪费钱，对吗？希望我不要长出尾巴。我明白了为什么小虎不想吃这个。洗衣粉广告。你把咖啡洒在衬衫上了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贴心的朋友马上从包里拿出了完美的洗衣粉。完美的洗衣粉会永远和你在一起，它会清除任何污渍，即使已经一年了。只需5分钟，污渍就消失了，没有任何痕迹。这是真正的洗衣魔术，完美的洗衣粉。相信我们，最难处理的污渍也能搞定。实际上，如果你把咖啡洒在衬衫上，那是你自己的错。快点拿出你的洗衣粉。你想得美。他有自己的问题。嘿，你能把它关掉吗？我在涂睫毛，你看不到吗？你的洗衣粉在哪儿？把它给我。你在做什么？谁会把洗衣粉放在包里呀？我应该做什么？适合全家的美味又营养的香肠。世界上最好的猪把它们的肉给了人类来制作这些香肠，这是完美的形状和味道。早餐香肠，给全家人带来快乐。咔，这是包装。这太恶心了，尝起来像纸。让我漱漱我们的嘴巴。这些人到底是谁？你是指这些香肠？广告学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相信听到的一切。今天我们想为你提供适用于所有表面的超时尚、超清洁、有超多功能的吸尘器，神奇的吸尘器3000。只需399美元，你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打扫房间。撒了一点番茄酱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加上一点蛋黄酱，你完美的酱汁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有，加上一些鸡蛋。现在你该怎么办？拿出你超强劲的吸尘器。哇，你看到了吗？它几乎吸进去了我的胳膊。保持冷静，你的客户来了，地毯上的酱料。哇哦！只需看看我们的吸尘器是如何处理的。哇！地毯像新的一样。这个吸尘器真的很神奇。你只需拨打屏幕上显示的简单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订购。准备好你的信用卡，你不会后悔的。还不错，我需要这样的吸尘器，我会付钱的。来了。我们看看广告的准确性，我会尝试重复他们在广告中所做的事。不幸的是，在现实中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好，所有的都被扔掉了，地毯、
真空吸尘器，以及我对干净的房子的希望和梦想。生活失去了味道吗？为什么不煮点咖啡呢？好喝，很香，味道很好。我们的咖啡可以使你很棒，这是季风的味道和能量。真香。没有男人能抗拒这个。我们的咖啡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。现实生活中，你在厨房中尝试找最后的咖啡屑，哦哦，他又逃跑了，好笨。嘿，这里有东西烧糊了吗？你又在试着煮咖啡吗？某一天你一定会把整个公寓都烧掉的，请帮我一个忙，不要再打开火炉了，好吗？这杯咖啡使我的生活变得更糟。满脸胡渣的真正的男人看起来很酷，不是吗？那么就立即把它剃光，用我们超锋利的剃须刀来保持脸部清洁，像婴儿一样光滑。没有多余的一根胡须，你是宇宙中最光滑的家伙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剃刀是你最大的敌人，它只会激怒你，割伤你。还是长胡子吧。你喜欢我们不切实际的广告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认为哪个广告最有趣，最不现实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给这个视频点赞，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有趣的视频哦。